去，杀了他！！只有一种选择，我杀了他。
你。我就先豁出去了，都是自己养的羊。你小子有勇有谋的，难得。下雪了，下了雪，我们回家了。我回去也没有家，我就能放羊，在这里放羊挺好的。Thank you.
你以为就能活着出去？实话告诉你，没有人能走出去。 喝过尿吗？十几年前，我迷了路，喝过，就像头畜生，畜生伤人，为了自己活命，杀你。 谁让你换我的？这个畜生，把剑给我！ 太子不能放，横祸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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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了几个。时间多了。想杀人吗？死得太冤枉了，该杀的畜生。每年都在这时候下雪。拿着我的脑袋回去交差，不然兄弟们回去也是死。杀了我畜生，动手啊，动手啊，动手，动手。
Thank you.
出来。你是什么人？是死人。你干嘛要躲起来？我没有躲，这是我的家。我跟死人没什么交道好的，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跟男人同住。我放过你，滚回到自己的地方去。要滚出去的人是你，滚出去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。放下，别动，都凉了，快放下。
雷人自己打起来了，还伤了人，他没有烧好。不用了。昨晚村里跑来一只狼，这村子鬼里鬼气的。去吧。笑啊！你在笑给我看。是死是活，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在这守着个死人，还不如一头畜生。我也是个死人，打了败仗，回去后会被处死。一个死人，什么都不怕。不要再给我找麻烦，我不想再杀人。你是怕被人看到，觉得羞耻吧？如果有人看见，我必须杀掉他。我也一样感到羞耻。我告诉你，卡雷人如果跟外族人苟合，就只有选择死。你不是死人吗？死人也会感到羞耻吗？你以为你很高贵吗？我已经罪不可恕，杀了我，不然在你滚开之前不要再碰我。
出来。放了他！等等，雪停了，叫停了。传我的命令，明天天亮开拔。传令，明天天亮开拔。出来。
出来。咬住。
今晚算是个了结。明天必须离开。这不用你告诉我，我今天早上已经下达了命令，雪停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部队行进。雪，如果我真的想留住你，我办不到。我不是心里落叶也说我不能。也说卡雷人被诅咒过，如果要是跟其他种族的人交换，就会成为野兽。卡德就是姑姑的女儿，她回来是干嘛？鬼才信你说的。我现在还会骗你吗？那是什么样的诅咒？我们会变成什么野兽呢？狼，只有狼是这样的。无论是谁，要是撞见了他们交配，狼夫妻都会因为羞耻而日夜追踪，直到把对方咬死为止。你说我们会变成狼？那倒也不错。除了狼还能是什么？我们早已具备了狼的心。
什么不能射的？随他们吧。
丢掉自重，骑马走，把狼甩掉。是。把戏做。